那二位，我很好奇，今天你们被指定的歌曲是？这首歌最大的难度是在于，这么多年来第一次用广东话来唱歌。哦，是首广东歌。那这首歌叫《大号是中华》。那你们今天会用什么方法来改编呢？用粤语啊。用粤语也叫改编吗？用粤语对于我们来讲是最大最大的改变。你把歌词的前两句朗诵一下。孩子，这是你的家。然后呢？天乱高牙，高铺入现错放茂，地号是中华。我越来越期待这首歌了。我们请林忆莲老师给我们读一遍，来听听正宗的广东话，来，这才能感受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啊。孩子，孩子，这差别太大了。孩子，这是你的家，这是你的家。庭院高雅，古朴亦显出风貌。大号是中华。这好自然的哈。当这个歌词有了调调以后，哎，你听不一样。